全乡民都吃过的火锅店499，看得到的全都吃到饱。太嘎吼，爱嘿梅森，今天带你们来吃台南人的回忆 XM 麻辣锅。 XM 在台南已经15年了，这一路以来一直深受台南人的喜爱，尤其是学生们，包括我大学时期也常常在 XM 聚餐哦。丰富的熟食甜点柜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蔬果好料，看到什么夹就对了，吃得饱饱最重要哦。 XM 其实最受欢迎的、就是他们家的海鲜和现切肉片哦，蛤蜊、鲜虾、鱿鱼、丝木鱼皮、牡蛎和各式各样的鱼肉，种类多到怀疑平日居然只要439，还有想吃啥就夹啥的现切肉哦。四种锅底，清爽酸菜、浓醇马奶、招牌麻辣和经典养生鸳鸯，吃得更丰富。第一步就是要先将拿到的蔬菜全部丢下锅煮，让整个火锅派对更丰富哦。来到这里真的是不用客气哦，用力的放，用力的享受就对了。香菇、鸭掌、豆腐、鱼肉、蛋饺、蔬菜贡丸等等，还有玉米好烫。哎，这个肉的油花很美耶，真的是受不了，吃掉满分哦。这里居然还有豆花可以吃，爽到极点耶。定位吧孩子，还有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叫做 XM 吗？影片开头就有答案咯。